富华他原本现在第二版的那个画画辅具其实已经毁损，他也用了两年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帮他重新做一个。那因为吼这边我们帮他用一个喷油管，然后这边有锁起来，可是因为这个太凸了，他头如果一直碰到的话会很不舒服，所以我们用了泡棉帮他加装好，让他这个是我们拿来做抓握开关的，好，这泡棉，那我们把它这样加在这里，好，让它整个是平整的，好，这样子它戴上去就不会不舒服，好，然后这个长度我们明天让它试戴之后，然后再来调整长度，好，原则上是这样，那之后还会再有一个类似安全帽的束带，好，是束这个下巴的。哦，到时候会再买来让他去调整，这样他戴起来的时候会更稳固。好 ，OK。